好，正常。That is a long introduction. Bắc Kinh Đại Hội, 九區啦已經啊，因為聽日我會按立第九區嘅區長啊，響觀塘。哈利路亞，我哋讀一段嘅聖經咧嚇。但以理書是其中我一個很喜歡的書卷，我連自己的名字都改了這隻這樣的名字，但以理 Daniel。 OK， 我們一章十八到二十節，很短短，我們一起讀，一二三。尼布甲尼撒王預定帶進少年人來的日期滿了，太監長就把他們帶到王面前，王與他們談論，見少年人中無一人能比但以理、哈拿利亞、米沙利、阿撒利亞，所以留他們在王面前侍立。王考問他們一切事，就見他們的智慧聰明比通覺的術士和法術的勝過十倍。這裡呢就是其實講緊但以理呢他們亡國啊，以色列亡國之後呢，就他是一班貴族來的，當時我們相信，即聖經沒有正式記載，大約十四五歲左右，即剛剛即 from free 那上下，那就無奈覺得他們聰明靚仔，那就捉了他們去，那就教巴比倫的言語，即有三年的時候，即其實是一個大學訓練來的，三年的時候呢就預備這一班人就在巴比倫通國那裡做官員的。其實他們說很不幸又好像很幸運，但是他們是一個亡國的一班人，但是當在這個階段的時候呢，他們有一件事堅持呢，就是因為這一班被賞識的人呢，每一日三餐呢他都要吃，即是王賜下的食物，但那些呢是先拜了神像那些東西先的，即是巴比倫的傳統就是先拜了其他的神先。但是以利和他三個朋友呢，他就不願意被玷污，因為他們覺得，因為舊約說呢他們有些東西不潔的，有些東西是潔淨的，他呢就很聰明也都很懂得做，那就說那個即主管呢可不可以不吃這些東西、那個主管呢就說不吃不得的、如果你們搞到散散弱弱怎麼搞、那他就說不如試我們十日，我們只是清水和蔬菜，哇這個 good diet、知道嗎、那就試了、那就沒肉食沒什麼、怎料十日過後神祝福他們呢，比所有其他人都更精神更靚仔、肥肥白白添。那那個主管呢就即係啊，咁都 OK 嚇、啊。咁咧就其實佢攞翻啲餸翻屋企啫嚇，即係呢個我作嘅啫嚇。咁、咧就其實呢個亦都係頭先我啱啱一入嚟阿始就講緊分別為聖嚇，佢哋好知道神嘅話語講啲咩嘢嚇，佢哋知道佢唔能夠脱離巴比倫呢個文化。但他知道他的價值觀怎樣走，他的價值觀怎樣走、所以這班、神的聰明智慧、就在這一班少年人身上。整個聖經有一句說話很重要的，敬畏耶和華，就是智慧的開端。跟你隔壁說敬畏耶和華，就是智慧的開端、今時今日我們有、較為純種一點，我們看看就有1400万的猶太人，他們是守住舊約聖經的，整個舊約聖經是講緊分別為聖同埋敬畏耶和華。但是我們會看到由攞嗰啲即係成個世界的影響力啊，荷里活有八大公司，有七間有七個公司是猶太人開的，諾貝爾獎學金即係嗰啲最勁最勁嗰個。那班人 20% 的是猶太裔的人，所以你會發覺他們這個民族呢就是、跑人成贏人成條街的。那在科學領域各行專業領域呢、猶太人的影響力只是千零二千萬人，是非常厲害的。其實他們吃中了些什麼，因為他們有神那種聰明智慧在當中。 Amen Hallelujah。 所以呢就 Wing 堅給這個題目呢其實很難答的，怎樣迎接21世紀的未來。第一，21世紀已經來了，來了15年已經來了、你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這個21世紀是非常非常 critical 的一個時間來的、有些人甚至相信、主再來可能只有這個世紀來、沒人知道的、
所以咧呢、這个范围第一就好大，第二好难答、啊、因为都唔知点答吓。咁、啊、但系如果我哋去谂一谂吓、啊，我哋去从呢个领袖嘅角度、栽培领袖嘅角度去睇一睇，又唔系好难、啊。其实又唔系好难。其实你问一问就系所有年青人，你第日出嚟。去做嘢也好，去服侍神也好、啊、你都要成为一个怎样样质素的领袖呢？所以我揀了但以理书呢，就说一句我 highlight 了，就说怎样样可以在王面前侍立、啊、这个王呢是有两个的意思。第一个就是上帝，就是我们的君王、啊、一个人，一个基督徒，一个很年轻信主的基督徒，怎样在这个君王面前一生一世可以侍奉他呢、啊、可以怎样可以去讨神的喜欢呢？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啊、你怎样、啊、我们最好越年轻信主你就很长时间去服侍主、啊、我就二十岁那年就、啊、信了主，有三年时间就是、我自己都不想的，也都不知道的，就被人严格地操练了圣经、啊、就发觉很得福气、哦，到今日仍然承受这种福气、啊啊、然后我们再跟、啊、敬拜会的长老那里很深刻的经历过很多年的圣灵、啊、神的话语和、啊、圣灵的工作就会塑造我们怎样在神在王面前侍立。另一个王呢，就是这个世上的一些政府啊、大的公司啊，或者在一些、啊、我们有七个大山的领域啊、教会只是其中一个山，在政府、传媒、business、啊、各样的东西，你怎样在这班人这么聪明的底下，巴比伦呢有通国的术士和和法术的人、啊、他们所说的术士和法术的人不只是变下变下那些即魔术师那些或者占卜那些，有这些人，但其实那些所谓术士法术是很聪明的人，明白吗？是满有能力的人，你怎样在这些人那里能够更优胜底下而见证到神，影响到他们的生命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面对的一个，就是怎样在、天父面前可以侍立去服侍他、啊、为教会也好，为神作工也好，你怎样服侍这个世代。第二就是在这个世代那里怎样人家去看基督徒是怎样样的，行不行、啊、我呢就做了三十几就来四十年了、啊，咁咧就 is so young still 啊！咁但系老实说，响社会里边，我喺职场里边见到优秀嘅基督徒，即系响工作上非常优秀嘅基督徒，令到啲老板系好器重嘅，一啲都唔多啊！其他未信主嘅人，一来佢可能又礼拜六、礼拜日唔使翻教会啦。啊、有很多他所有的心机就是在职场，我们未必，我们要双脚行路、啊、要服侍神服侍教会，同时又在职场那里、就是、又要做得好、啊、你明白吗？如果你只是服侍牧者，星期一起码放假，如果你是大职的、啊、星期一到星期日都不得闲，像我以往三十年那样、啊、我未试过安息年，我未试过放假、啊，但是神 保守了我们的生命、啊、即是怎样这么大压力底下都还要可以即是叫做赢出呢，胜出呢、啊、其实无他，一定要依靠神，神就是你的帮助，是你随时患难的帮助，所以跟大哥说要依靠神，即是说我们分别为圣是为什么？为圣其实是说是为一个 better purpose， 知道吗？分别出来你为什么呢、啊、圣洁不只是干干净净、啊、神的圣洁是讲完整的意思，完全的意思，对不对？但如果你去较为广义地去看分别为圣，就是神分别我们出来是要为一个更高尚的目的而活，对不对、啊、所以跟你隔壁说你是为更高尚的目的去活着的。所以我就将它演绎这个这么大的题目，我将它 narrowize 去收窄，就是说明日的领袖、听日的领袖应该拥有什么质素来想、啊、
如果作為一個明日的領袖，你就嚟即係第日去畢業十年後你去做嘢，你係究竟係咩質素咧？咁嚇、啊，最近咧，因為我哋公司咧就係、是、我一個建築公司嗰度做啦，而家嚇，咁、啊、咧就誒、我哋做文化轉變啊，其實嚇、啊、就將點樣一間世俗嘅公司成為一個合乎聖經嘅公司，哇！呢、這個 project 大到不得了嚇，勁、啊、到不得了。但我哋周圍去就揾一啲咩嘅質素影響我哋九十後嘅年青人，即係我哋有二十幾個 percent 嘅後生仔嚟到我哋公司嗰度做嘢嚇、啊，我哋仲係繼續請嘅嚇嚇。咁、啊、咧、啊、就因為佢哋係將來嘅接班人嚇、啊，我老闆成日想緊呢一班就係我哋將來嘅接班人，三十歲以下後嘅將來就係我哋嘅接班人。咁我哋點樣去訓練佢？點樣 train 佢？究竟將來嘅領袖係點咧？咁咧我哋就揾到一出戲叫《爭氣》。啊、叫爭氣，爭氣是什麼呢？其實就是有一班基督徒，他們拿了個基金，他們就找了三間 Band Free 的學校和深江萬人院去做一個 musical， 一個舞台劇。咁咧台前幕後咧就找一些專家去訓練他們，台前和幕後都是用學生來拍的。咁既然這個咁珍貴嘅機會咧，那個監製咧就話，點解唔將佢拍成做紀錄片？所以咧就經過劉德華先生咧，就請咗美國一個嚇、啊、就攞金像獎嘅導演咧，就嚟睇一睇。佢初初諗住，誒香港 Band Free 學生又唔係話咩中國嗰啲窮到不得了或者叻到不得了嗰啲人，即係冇乜 gimmicks 啊，所謂冇乜睇頭嚇。咁、啊、咧就終於嗌咗佢嚟咧嚇，就響2014年嗰時就嗌佢嚟望一望嗰班學生。啱啱就有位好好嘅音樂導師教嗰個深江萬人一個後生仔，呢個後生仔係後天盲嘅，好慘，佢盲咗呢一年到啫，佢要十幾歲先重新再適應睇唔見嘅世界。但係個嗓子個歌聲好好，但係佢冇信心嗌出嚟，冇信心將佢放出嚟。咁、那個導師嗰一幕就係教佢點樣放出嚟。咁、那、嗰個導演就望見即係好感動啊！咁終於佢話好啦，我過嚟拍啦，就將成個 crew 咧就喺美國嗰度帶過嚟嚇。咁、啊、有一日我哋可能跌落啦，年青人成個睇呢個戲都幾好嚇。咁、啊、咧就嚇，咁佢哋喺葵青劇院有四場 musical， 但係拍嗰個咧就由差唔多係6000米嘅菲林嚇 cut 成90分鐘嚇。咁、啊、咧就但係好。當他們播很多的時候，即是很多流淚感動啊，那些東西，但是很奇怪啊，當他播給那些 Band One 那些很優秀那些 的學校的時候呢，有些很感動啊，當然，但有少數的老師或者是 Band One 的學生呢，你知道他們分享的時候的反應是什麼？幸好不是我們，幸好我們不像他們、啊、特別 Band One 的老師很多、啊、哎呀，這班人怎麼教啊，呢班人點教啊？嚇、啊！當你見到呢個世界好多需要、好多難題嘅時候，當你見到嗰啲不幸運嘅一群起步線輸咗嘅人，我哋好多時你可能會話：我真係好彩，冇錯，你真係好彩。但係 that's not enough。你應該問：我可以為呢班人再做啲乜嘢？嚇、啊！如果你有救恩嘅時候，你可以上天堂，但你要问那些未有救恩的人，你可以做些什么？这个才是明日的领袖、啊、那班很优秀的那些，他说、哎、好在我不是在这班学校出身，好在我不是什么，是回应错了个问题、啊、这个世界这班人 Band One 真的、啊、这班人、啊、或者在那些优秀大学或者世界跨国公司那裡做的，他將來一定是一個是一定是領袖來的，但他用這樣的心態，用這樣的態度去望 problem， 望時間，望這些的時候，他說不關我事，不是我的事、啊、是回應錯了問題、啊、今天你和我要回應一個很 tough 的問題、啊、成日我們整個世界向下坡走、啊、作為基督徒，作為年輕人，我們怎樣去回應、啊，但是今天我又有些無奈，我又不想給大家很大壓力，因為、啊啊、你們的壓力已經是爆大煲了，
仲讲好多理想，讲好多压力咧，吓、啊、呢、这个唔系九十后嘅承担得到啊。咁所以我又要同你讲吓、啊，究竟实际成为一个领袖对你生命有冇益处嘅咧？如果你个 aim， 你嗰个目标人生唔系明日嘅领袖，我话俾你听吓、啊，你亦都系被人哋遗弃嘅一群吓、啊，你。今日只有一条路、啊、就是要成为一个卓越的基督徒。阿门，哈利路亚。所以跟你隔篱嗰讲、啊、你要成为一个卓越的基督徒、嗯啊、因为当我们去面对的时候，我们大部分在这里应该、啊啊、less than 25 啦，是吧？啊，即系除咗有啲唔认之外，吓、啊、吓、啊，因为我太太系话佢25岁，吓咁咧，所以我哋响九十或者千禧后嘅年青人，我哋讲一啲嘅特征啦，吓、啊，不过拜托你嘅口咧，同隔篱哥讲，吓、啊，应该唔系话你嘅，啊，大家一出世就已经进入我哋叫做 electronic age 或者 generation 依世代。啊、你一出世就已经有 internet、啊开始、啊、我们的生命已经不离开过手机、啊、我还在 Ivy 教书的时候呢，有个小朋友、啊、就中三入来我们那里的、啊、不知道为什么妈妈那么多钱又买给他买到些几千元的手机，那时几千元很贵的了，那些、啊啊、那就梗係俾人嚼佢啦，幾千蚊嚇、啊，又喺度球場打波，人哋睇都睇住佢啦嚇，咁啊冇咗部冇即係冇咗手機，我哋咪報警咯。但係咧，佢有一句説話咧，令我好深刻嘅嚇。咁、啊、佢又唔知道我姓乜嘅，佢只係話阿 Sir 咁啊嚇。好在佢唔知道我姓胡啫，唔係就烏 Sir 嚇。咁咧佢就話阿 Sir 即係同佢搞掂曬啲嘢啦嘛。佢話：哎呀，今日隻手唔知道擺向邊。他成日都揸住部手机啊，因为吓佢突然间觉得只手唔知点摆好啊吓。咁咧，今日我哋现代人已经有个遗失手机恐惧症噶啦吓。你突然间即系留低咗部手机，你发觉你好想翻去攞翻嘅，因为所有嘢都响嗰度，所有嘅资讯，所有你嘅人物关系，你嘅电话号码吓，基本上我哋而家唔记电话号码噶啦嘛，因为一拨就有啦嘛。啊、我哋嘅慢慢，我哋嗰、那個強記能力係衰退緊嘅，知唔知道啊？咁所以應該教會應該實施，應該係背多啲金句會好啲嚇。咁、啊、咧就即係唔係單單為你聖經知識啊嚇、啊，為你第日咧你嘅老人病嘅傾向咧係將會減低50% 嘅。OK 嚇、啊，如果你肯背聖經嚇，咁、啊、因為好。好豐富的信息底下，我們這一代很容易呢，就是你說什麼呢，我讀幾個字 search 找到了嘛，因為所有的 search engine 勁到不得了的現在、啊、那所以他很快找到答案，以為他很快找到知識，他很快找到這些是什麼來的，找到很多的資訊，但是因為你很容易找到的時候，你就不會深入研究呢，很 superficial 很表面變了一些東西，但好像知道很多東西那樣啊、知好多嘢，吓、啊、咁知好多嘢嘅时候咧，你就以为觉得自己好叻啦。呢一代咧就系、是，嘿，老师讲咩，我读几个字都知道你讲乜啦咁。但系好多嘢唔系净系响网络资讯嗰度。第一，网络资讯未必啱嘅。当你睇多几多嘅，睇多几下嘅时候咧，即系有啲系吹水，有啲吹牛，啊、有啲系乱咁吹嘅啫。有些是少，其實是少數量咧，係認真係喺研究下低嘅少數嚇、啊，所以你有知識仍然要學分析，仍然要學點樣消化呢啲嘢係乜嚟嘅。但呢個世代嘅年青人就係好掌握到信息，好容易學到，即係話呢個 electronic 科技帶嚟嘅嘢。咁、啊、所以既然有呢個背景嘅時候，喺九十後你會發覺好鍾意自己創業做生意喎，呢班人、啊、因為唔想俾人管轄咁、啊、如果你要創業做樣嘢呢，佢有好多 dreams， 好多 dreams
在我们大家呢，我们呢就是很容易呢就是会，即所以我刚才讲的那个戏呢，就是他们一讲 musical 很多人参加的了，个个都是演艺派来的，个个都想有些东西表演的，个个都想去做些东西的、啊、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是九十后的特色来的，他几有冒险创意的、啊啊、一会就会讲一下即即有优点有没那么好的地方、啊、那所以他们因为既然在资讯时代呢，啊、我们年轻人就会容易接受很多新事物和新思想、啊、甚至那些思想呢是以前是不能够接受得到的、啊、所以我看到你其中一个题目会讲同性恋、啊、即这一代他看同性恋和我们这一代看呢是完全两码事、啊、其实看任何东西都是两码事、啊、第、啊、另外这 班的年轻人呢，就因为他觉得自己那个知识很丰富啊，各样嘢咧。另外就是因为我哋的父母咧，俾好多自由咧，俾九十后吓、啊，即系阿 Wing 健阿子地第日会知嘅。你其实你会慢慢会放好多自由俾啲仔女噶吓，同、啊、我哋呢度五六十后上一代俾个唔多嘅，咩都管住，咩都管住，咩都管住吓、啊，因为经济上又冇咁自由啦。思想上沒有自由，所以我們會圍著我們最好不要搞那麼多事，老老實實腳踏實地，全部都是這樣的。但到了我們這一代去生的小孩，八十後和九十後，我們就會放的，即是 OK， 給他的資源各樣東西給他很多，有時候是多過頭，有時候多過頭。我們在 Ivy 譬如 DSE 放榜，我們預100個學生來、啊、要预备300张椅的， you know， 100个学生来，为什么要摆300张椅啊？阿爸阿妈来嘛、啊、有次我呢就开个 appointment board， 即是 recruitment board， 咁呢就请啲叫做、TA 啦、教学助理，有个嚟见工嘅时候阿妈跟埋嚟、哦、有冇搞错啊？大学毕业噶咯，阿妈跟埋嚟见工，吓、啊、做唔做得出啊？你阿妈，你问下你阿妈。咁、啊、我就即刻出去啦。喂，咁都得嘅，吓、啊，因为我决定，如果阿妈唔走，我唔见佢啊。吓，我唔开呢个 interview 啊，即系其中一个啦。吓、啊，咁我同阿妈讲，我话你搞错嘢，除非佢系身体有事啊，嗰样嘢，佢话冇啊。冇咧，我好禮貌咁啊嚇，阿伯冇嚇嚇，要佢自己面對嘅呢啲啊。其實未見都輸咗啦。你會唔會請一個第日要獨立面對四五十個學生嘅人，要阿媽出手啊？啊，too much provision， 太多預備。但亦都因為學咁多嘅預備咧，佢哋覺得我哋年青人覺得佢要有，即係佢會話事咯。嚇、啊，響八十後開始已經好明顯噶啦，八十後九十後嘅年青人響屋企嗰樣嘢咧，佢慢慢因為佢嗰個父母俾佢一個權啊，父母俾佢啊俾意見，而且其實呢個情況係越嚟越嚴重嘅，包括響大陸，因為生一個嚇嚇，咁、啊、佢、啊、變咗出嚟做嘢嘅時候咧，佢超高自信嘅。啊、我哋公司嗰班九十后有啲就冇咁高自信啦，有啲系超高自信嘅，但系佢个自信咧系冇基础嘅、啊，你挫佢几挫咧，佢就冧低噶啦，所以比较脆弱吓。咁、啊、咧就佢哋对消费咧系毫不即系唔会有阻碍嘅吓，好、啊、叻消费噶吓、啊，因为淘宝嘛。啊，唔系图就补噶啦，啊，佢点几点咧就知道好多嘢，就可以点样买点样买，啊，咁佢哋觉得消费系系呢个时代嘅呢个时代一个特征嚟噶，啊，咁如果我哋上一啲嗰样嘢咧，佢哋嘅 shopping 嘅行为啊，嗰样嘢系唔同而家唔同噶啦，咁香港仲好啲，因为香港仲有旺角啊、铜锣湾啊嗰啲咧。即係你近我哋仲行啦。如果大陸咧，點會搭成幾個鐘頭車去買咩嘢咧？佢就喺個消費網絡裏邊做曬所有嘢噶啦，得唔得？嚇、啊、咁、所以既然佢哋嗰個
主意啊、父母啊，同埋個社會俾佢哋好多空間啊。其實而家點解我哋有啲學生港大啊，各樣嗰啲嘢，其實係我哋自己呢一代製造出嚟噶，俾佢好多空間，開始可以加入委員會，開始做嗰啲嘢，佢哋比較容易表達自己意見嘅嚇。但係啲意見好得意嘅嚇，我遇過一啲咧，佢嚟咗半年咧，就好快問你，咁我幾時升職啊咁？嚇！咁我哋翻半年工啊，以前你練習生嚟嘅啫嘛，你升咩升咩職啊？咁佢好快問呢啲嘢噶。咁幾時有得升啊？咁咁我話你基礎工都未做好喎、啊，咁嚇咁都幾趣怪嘅嚇、啊。但係佢哋肯表達，佢哋開會嘅時候咧，就係、是、有啲係比較怕醜啲啦。當然，即係因為做建築有啲成績唔係太強嘅人入咗嚟。但有些如果是他是比如是大學畢業啊那樣那些呢比較 表達到意見的、啊、比較七十後甚至八十後的前半決那些人呢他比較有信心一點、啊、當然、啊他比較自我啦、啊、因為屋企生得少、啊、那呢就一個到兩個而已嘛平均、啊、那你知不知道香港現在平均的家庭的人口是多少香港人口的家庭即是有一家四口啦是吧、啊、以前就说、啊、要生两个啦现在你想生两个的人都没人制的了、啊、香港已经是不够三个人了、啊、一个家庭平均是 2.8 几到9几、啊、这个会 dry drop 下去的即是一、啊、一个家庭很多就不要仔女只有两个咯明白吗、啊、那要多个就三个咯平均是不到三个的咁所以你話生到係兩個到三個咧，你一帶出街咧，啲人好驚奇噶啦，喺地鐵，哇三個啊咁好驚奇噶啦！我哋嗰陣時咧一打都唔驚奇啊，而家咧你三個都好驚奇噶啦，你要受壓力噶啦。啊，咁另外咧就因為嗰個資訊各樣嘢嚇、啊，父母家庭嘅成因好早熟嘅。如果你睇 YouTube 也好，你睇啲網絡也好 ，Facebook 咧。啊、很多小 BB 咧就好種熟噶啦、啊，就已經有曬啲歌、啊啊、明星嗰啲風範噶啦，好快學到啊！因為響嗰好快已經係睇曬呢啲嘅形象，咁咧冇乜童真嘅嚇，呢、啊、一代冇乜童真嚇，咁、啊、咧就、啊、當然啦，因為、手機啊，亦都嗰個科技嘅問題，好快有答案啊啲嘢，好快唔使去多方研究，咁冇乜耐性嘅嚇、啊，我哋。而家見呢代年青人咧，就係冇乜耐性、啊、另外咧，佢哋係就因為好資訊好多嘛、啊、你老師講啊，佢又撳一撳、啊、差唔多。老師唔係咁講啊，你咧我睇見到咧有人係咁講啊咁嚇，咁、啊、所以佢對好多權威各樣嗰啲嘢咧，唔係好相信嘅嚇。佢、啊、因為佢揾得太多差異，得唔得啊？揾得太多差異，咁呢個亦都係我哋中國人或者香港嘅教育所導致嘅。我哋冇乜喺小學教育啦，冇乜俾到一啲空間俾啲學生嚇。好、啊、多時我哋係 standard answer 嘅，但其實嗰啲嘅咁嘅題目咧，就好多種 answer 噶嘛，好多種答案都得噶嘛。咁係要嗰、那個喎、啊，咁其實喺網絡出嚟咧有四五個都得嘅。咁老師咧就係、是、你答其他嗰啲係交叉你嘅嚇。咁、啊、咧就可能呢啲小朋友咧受到咁多年嘅冤屈咧，就會爆發出嚟啦嚇。咁、啊、對呢啲權威咧就好有懷疑嘅態度。咁而家我哋所謂佔中嘅問題啊，對政府有啲對抗嘅問題啊，嚇、啊，其實因為佢哋係容易，即係容易係唔同意權威嘅，但係佢哋唔一定要反對權威喎、啊，嚇、啊，我即係我哋呢代嘅年青人咧，佢話 respect 係要 earn 翻嚟嘅你，嚇、啊，唔好笑啊，嚇、啊，你哋呢代係咁噶啦，嚇、啊，即係話如果我咧就唔能夠話我係凡哥就會 gain 你嘅 respect 嚇、啊，我一定要 work out 似一個領袖，似一個係即係你會覺得有啲嘢你認同得到嘅，明白嗎？嚇、啊，即係我哋話 power point 講嘢要有 power 又有 point， 咁你就 respect 咯嚇，咁、啊、咧就即係成即係我哋嘅年青人，你點樣樣？以前我是很有趣的，你因為你的身份地位，因為你是爸爸，我就 respect 你咯。
因為你是長老，我 respect 你咯，唔理你做啲咩啦。咁要你越做得好，就越 respect 你咯。啊，但係呢一代唔係嘅，呢代你佢唔當你係咩嘅咩長老啊咁。啊，咁我哋入到班房咧，你係邊個啊咁？啊，我係系主任嚟噶啦，嗰陣時已經係，哇，又俾佢哋由頭摸到落尾啊！佢唔理你邊個噶，佢肯埋你近你身啊，已經係對你好好噶啦。啊，唔費事騷你啊！但你慢慢因為你嘅行為，因為你嘅言論，因為各樣嘢吸引咗佢，佢就 respect 你啦。啊，係要咁 build up 嘅。啊，呢一代嘅年青人係，佢係你要有啲料到啦，我先 respect 你啦。你冇料，我點解 respect 你啫？啊，咁呢個就同我哋即係先一代係好唔同嘅。啊，咁所以即係如果你帶領，如果你係組長也好，家長或導師也好咧。呢個係佢哋嘅特性嚟噶，嗱我冇講佢啱唔啱啊嚇，但係呢個係佢嘅特性咧，你要 earn 佢嘅 respect， 即係話你有啲嘢能夠 slack 過去，或者佢好信服你，佢先會即係會跟你咯嚇。咁最後一個咧係香港特有嘅嚇，年青人我哋好，因為我哋對，如果我哋呢一代對嗰個歷史感好強嘅。香港點樣割讓翻嚟㗎？因為啊，滿清政府打輸咗仗咯，中國人好屈辱下低冇咗嘅。但係九十後嘅年青人唔覺呢啲嘢嘅嚇。第一，佢一出嚟就英國政府已經係末期啦嚇，跟住就係進入九七嘅年代嚇。咁但係我哋咧就因為我哋香港個資訊亦都發達，睇到大陸好多唔妥嘅嘢嚇，以致我哋咧就對呢個祖國咧印象唔好嘅。啊！亦都係因為我哋中國人咧，就係好奇怪嘅，一捧一個國家或者捧一個主義咧，就捧到天上高原，美到不得了嘅嚇、啊。但係實際同個現實好多 gap 嘅。咁正正係我哋去睇到，哇！又係咁講嚇，吹一內輪，但係實際又唔係。咁我哋好反感嘅嚇。咁、啊、但係中國係咪真係咁嘅咧？嚇、啊，又唔係好似吹到咁樣咁遠嘅。啊、中國又不是樣樣嘢都衰嘅，話俾你聽嚇。記住，中國不等於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有五千年優秀嘅文化，得唔得啊？中國文字，你喺聖經嘅創世記，大好多中國嘅文字喺創世記揾到，你知道嗎？我哋由創世以來，成個根源咧文化係未斷過，唯有呢個國家。啊、所以其實我們的根基很深厚的、哦、如果你識儒識道、啊、那些東西、啊、即那些不是一定是反對基督信仰的東西的、啊、所以整個中國其實是很複雜的，你明白嗎、啊、但是神又會用這個國家，但我們最大的問題呢，我們身份認知不到，知道嗎、啊、我們在香港出世有好多嘢好似中國帶住，中國養住我哋，但係好多好似好多問題，好多佢話咗就算數，但係又唔係好合理嚇。咁、啊、我哋香港人點搞咧？咁嚇咁依我哋就係響呢個成個危機下低。咁唔係淨係九十後嘅問題嚟嘅呢個嚇、啊。不過年青人越嚟越會嗰個感受大啲。得唔得啊？你睇啲選票就知噶啦，嚇、啊！咁我哋大啲嘅人會唔會有呢樣嘢咧？會，但係我哋會睇得闊一啲，我哋會睇得闊一啲。但係作為基督徒啦，明白嗎？嚇、啊！如果你作為一個香港基督徒，咁你要問啊，究竟你係咪一個中國嘅基督徒咧？嚇、啊！你對中國教會或者中國基督徒歷史嘅認識有幾深咧？嚇、啊！你知唔知道中國基督教？是一个士妹拿的教会，是受尽痛苦而生存下来的教会呢？你知不知道中国现时的教会是世界上起码头那两名是增长最快速的教会呢？如果非官方统计，中国的基督徒接近或者甚至过了1亿了，行不行？它的比例是多过香港它的比例是多过香港、啊、其实国家面对这个基督徒的增长、
不是只是基层，基督徒的增长在很多行业优秀的人那里神做了功夫、啊、所以即我们又要去面对，即我们是不是一个在世界上的基督徒，明白吗、啊、其实我们永远都有不同的身份的，我们又是香港人，我们又是中国人，我们又是地球的人，但我们最荣耀的，我们是天国的人，明白吗？我们有四重身份，但我们有时候 miss 了一两种，行不行、啊、我们不觉得我们属于这个地球，你就很多东西不能够宏观看到。如果香港不看中国呢，不好意思了，我告诉你，你将会很艰难、啊、因为现在中国是主动出击的，行不行？讲一带一路，明白吗？讲主动出击的，他现在、啊、这几十年都会是的、啊、他在这二十年里面，他会跟美国平起平坐的，明白吗？但美国如果没有敬畏神，他是向下坡走的、啊、但他军事仍然非常强大。但中国需要些什么呢、啊、中国最需要就是好像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那种优秀的基督徒在这个国家里面，知道吗、啊、即中国有一个很犀利的机遇，但我们整个国家有一个信心那个道德的危机出现了、啊、但国家领导人知不知道？知道的、啊、其实我们知道的。但我们中国人和日本人都是我们东方人呢，就有一种的态度，我们觉得羞耻但不会悔改，你分不分到啊？我们中国人很喜欢、啊、那些小佬哥没着裤就说丑啊丑啊丑啊这样、啊、那我们 Second World War 之后呢，我们又说日本人，日本人又说我们丑啊丑啊，这样我们觉得丑的那些东西，觉得不好的打仗、啊、那些残害那些东西，慰安妇那些东西都不好的，但没有一个人肯感应对不住，我们做错了，求你原谅，我们很想悔改。但犹太人和德国人处理了，因为他们有神的话语、啊、可以很正面的，对不住我错了、啊、日本人没有做到，我们中国人又觉得很不够、啊、你这样的搞法。所以就那个那个、一路那种的那个根未清到。但我们是什么人来的？我们是不会只是留在羞耻里面的人，我们的羞耻羞辱已经被耶稣基督拿走了，宝血买赎了，所以我们很明白什么叫悔改，行不行？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很明白什么叫悔改，可以重新再来、啊、中国正正就没有了这件事，行不行？没有了那个悔改的精神、啊、有做假事 的创意，但没有悔改的勇气、啊嗯嗯、这个所以我们 是很重要的、啊、所以少少少少总结了先、啊、九十和千禧后呢，我就用四样东西的年轻人总结呢，就是很强知识，强知识但是弱关系、嗯、这个其实是帮大家的、啊、知识很强的，你说过去 他学习很快的，但是弱那个人与人的关系，这个要留意咯、啊、第二很有创意但少了经历，所以如果这个创意能够去捱过了人生很多经历，这班人是一流的、啊、是会做大事的，他很敢表达、啊啊、也都那些常规各样东西他会 破开他，其实这班人 是天生的宣教师来的，九十后千禧后、啊、如果他信了主爱主，你叫他打他是肯跟你打的、啊，反而我们那个时代呢，缩下缩下，都不知道怎样出去好、啊、即是我们很理性的那代，即是要计算完这些东西行不行，但现在这班他不会跟你计算那么多、啊、第一不懂计算、啊、爸爸妈妈给了嘛、啊、第二呢他也都没有，他没有这个，他没有这个担心，他没有这个担心、啊、那其实、欧美国家之前都有这一种、啊、不同的东西的，啊、我那時八十年代出來，那我們那我講這個故事，那個人當然不是八十後啦、啊
咁我哋咧就係、是、接咗 IBM 一個大生意嗰陣時，咁咧就佢有個 QA 過嚟，有 QA 叫做嗰個總管過嚟睇我哋啲嘢嚇。咁、啊、我哋係出電腦嗰啲嘢嚇。咁佢咧就我哋咧成班咧就係、是、啲經理啊、高級工程師啊咩嗰啲打曬胎啦嚇、啊，預備一個勁人物啊嘛，即、就、係、是、聽嗰個名字都唔識噏嘅德國人嚟嘅嚇。哇！點知嗰日笑到你暈嚇。啊是一个小小肥肥的女仔鬼妹仔，穿着条很轻散的牛仔裤，一件 T 恤咁飞呀、啊、飞呀、啊、咁又嚟。原来佢就是我哋成班穿晒老西啊，咁即刻除胎都除唔切啦我哋。咁、啊、呢就但你唔好睇喎，妹妹仔知识能力好高啊，如果啲 IBM 请得佢真係好 fit 嘅，嗰啲嘢好好嘢㗎，但好 casual。咁、啊、呢就我就負責接待佢啦，咁啊教即係同佢傾啲嘢，傾啲嘢。咁到佢臨走啦，即係兩個星期後臨走咧，嚇佢話我做完呢單嘢咧，我就翻德國噶啦，嚇、啊、我就再讀書咁啊。佢嗰時27歲，27、28歲，但係咁叻嘅喎可以嚇。咁啊再翻去就我話哇，喺27、28歲咁啊，仲會翻去讀咩啊？佢話咁我問佢翻去讀咩啊？我讀雕刻啊，三年大學。雕刻喎，我話你唔即係我第一個諗唔使食飯㗎你啊，呢個就係我哋嗰個時代啊，要食飯㗎嘛，要揾兩餐㗎嘛嚇。咁佢咧就係佢個國家好好啊，因為佢話德國咧，因為我哋好少藝術家，好少咩，我哋入大學唔使錢嚇、啊，出嚟我呢幾年佢話國家照顧曬㗎嚇。啊個意思同我哋而家呢個95好相似嚇。點解佢哋可以咁表達去破咗常規？因為有 back up 嘛，因為個社會 back up 佢哋嚇。個社會可能能夠譬如係創意產業啊，搞 music 啊，搞嗰啲嚇，即係佢唔係好怕揾唔揾到食咯。咁佢先至會做到呢啲嘢嚇。第四方面係好有理想嘅年青人嚟噶嚇，但係缺少咗耐性。咁你會發覺。弱嗰邊咧，一路都係一啲人際關係嘅嘢，嚇、啊、咁所以我哋話，我哋回答明日嘅領袖應該係點咧？嚇、啊，其實係你一定要培養所謂兩大範圍。嗱、啊，頭先講敬畏主嚇、啊，你要同聖靈親近，你要好好讀聖經嗰啲係我冇提噶啦，嚇、啊、必須嘅。OK 嚇、啊，但係有兩個字你一定要記住嘅。就是 capability and character， 得唔得？你要培养你的能力，培养你的品格。如果你话边样嘢重要啲啊，品格重要啲。但如果你想要开始要成功边样嘢啊，你必须要拥有能力。咁我呢度我简单讲你最主要嘅嘢吓吓，其实有好多种能力嗬。啊，講講 capability， 其中一個係冇辦法係去冇辦法去嚇唔、面對嘅，就係、是、一定要搞好自己個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語文同埋溝通能力係未來嘅領袖必須嘅，知道嗎？啊，第二個就係要學習處理權柄同埋處理人際關係。你一出到職場是一個權力的世界嚟噶，無論政治經濟，其實是維繫所有的權力嚇、啊。但係權力是不是一定不好的？不是，聖經講權力是神俾的，權力是維持制度的一個 crucial factor， 得唔得嚇？所以你要怎樣去喺權力存活落嚟，同埋點樣 respect 權力，是我哋一生要去學的、啊、另外。當你要處理人際關係的時候，其實你就要個 people skills 啦、啊、咁呢個當然同一個溝通嚇嚇、啊啊、好有關係。但係我講嘅唔係一種技巧咯，我講嘅係你個心態，得唔得啊？嚇，即係當你面對人嘅時候，你裏邊個人好簡單，你裏邊健康咧，你外邊先可以健康嚇、啊。你裏邊能夠平靜到咧，你先可以容易處理到嘢，得唔得啊？啊、所以我們祈禱基督徒是有個優勢的、啊、因為我們可以敬拜，我們可以禱告，這裡可以沉澱到下來、啊、幫助我們。
咁第三個咧就係、是、workable skills 嚇、啊，你冇辦法學曬所有呢啲嘅 workable skills， 但係當你嘅 dream， 當你嘅能力，當你揾工嗰樣嘢咧，你要去迅速嘅學習，就唔係單單網上高嘅知識，因為每一樣嘅每一樣行業裏邊，佢有啲係你要人教你先至學到嘅嘢嚟嘅，其實。咁、啊、所以你就要好強嘅觀察能力咯，望下你嘅師傅，望下你嘅上司，望下啲同事，你咧就慢慢你就會好快學到嚇。咁、啊、但係你必須要培養你自己，因為你嚇、啊、我哋成呢一代好多好好嘅夢想嘅其實嚇、啊，但係因為我哋冇耐力啊嚇，冇、啊、嗰個經歷咧，會從遇好多挫折嚇、啊。但係其實你就遇咗啲挫折先啦。在这挫折的下低里面呢，你要去培养足够那个的技能，行不行？培养足够的技能、啊、譬如说我想学音乐、啊、我就会问你，你的音乐基础有多少咯、啊啊、你涉猎不同的、就是、各类型、啊啊、各类型支派嚇、啊、派系，你識幾多咯嚇嚇、啊？因為我屋企嚇困住咗個音樂人嚇，佢好勤力噶嚇，佢好勤力去操啊嚇，所以佢有嗰個基礎咯嚇啊，即係佢對pop music 啊，對爵士啊，對各樣嘢，問下佢嚇，佢、啊、係答得到咯，明白嗎？啊、所以一拍埋啲所謂大師級嘅咧，覺得啊呢、這個後生仔可以用、啊、好啦、啊、最後一個就係品格 ，character 係我哋一生嘅、啊、能力係只能夠幫助你去一個入門階，幫助你成功頭個階段嚇、啊，即係初初你吸引人，因為你嘅能力，但係到最後啲人堅決堅信。是要用你去幫助你，或者是讓你能夠成功，因為你的品格、啊、那這裡很簡單，只是講 integrity、啊、講得出做得到，行不行、啊、誠信。第二這個基督徒我們一定要學的，要有 conviction、啊、對你的神給你的異象，給你各樣的東西，你要相信主是給了你的了。 Amen、啊，到今時今日我都知道主是用在、啊、會用在我職場裏面、啊、所以、預備好，有一天神一定會使用、啊、最後一個就是 humanity、啊、一個驕傲的人不可以與神同行的、啊、一定我們有一個謙和的態度、啊、但你放心啦，如果你很倚靠主，你要走向你將來的 career 或者服侍神，神一定破碎你的，你放心、啊啊你好招积啊，放心、啊、神会整瓜你的、啊这个他那个训练，他那个 training scheme 是一流的，他一定会令到你很谦和的、啊、但这三方面是最重要的、啊、讲得出做得到，行不行？所以不要下巴轻轻、啊啊、另外即是每一个人都要学的，耶稣对啲门徒一路讲佢哋小信小信，唔话其他嘢噶、啊、我哋都系，如果作为主嘅门徒，其实我哋要增大我哋嗰个确信、啊、就是对神嘅话语，对神俾你嘅 dream， 你知道确信，但系一定要行好耐嘅经历，知道吗？高高低低好多种嘅经历、啊、最后就系一种谦和嘅态度咯，可以吗、啊？我想为大家一个祷告、啊啊、大家起身嗬、嗯。哦，亲爱主耶稣，我哋为到啊荃湾嘅青年，我哋献上赞美感谢。系啊，主，你就响之前好多年，系、啊、已经释放咗一班大学生，佢哋愿意去服侍年青人。今日我哋见到个成果，见到个成效。亦都见到很多的果子会出现，主啊，但是这一班的年轻人，他将来就要迎接一个新的挑战，一个新的时代，而且这个时代是属于他们的，所以主啊，让你的梦放在他们生命里面，
让你自己亲自将你的 dream 去跟我们讲说话。主啊，这班年轻人其实他活在你的天国下低，同时他是活在一个慢慢强大的中国下低，让他们那种怀疑、那种的冲击、那种的不安，要化成一个时代里面的一种的渴求。他不是被压抑的一群，就因着香港特殊的环境、特殊的时间，他们可以更优胜的去让中国可以改变，让这个世代可以改变。主啊，你让他们能够去活在这个大时代下低，成为一个好像但以你一样跟我三个朋友可以很优秀的，在不同的方面可以服侍你，可以荣耀你。主啊，所以我们将到你赋予他们在这一生都要学很多种不同的能力，让他们内心的学，让他们坚决的学。是啊，主，让教会成为他一个，让一个可以装备成为一个一代领袖的一个基础。圣灵啊，你帮他们，让他们不轻看所有读经啊、属灵的操练所有的时间。所以主，他们真的可以成为精兵，求你亲自的带领他们，让他们就谦卑的一生去服侍你。是啊，成为真是一个令人羡慕的一代。主，多谢你。主，我们只能够为他们切切的祷告，你拖着他们的手，让他们的人生是啊九十后、千禧后，是啊，他们是将来的一代的主人，你让他们见证你永活的真神，你带着他们，是啊，他们就是未来的领袖，而是未来是一个敬畏可以被塑造、卓越的领袖。帮助我们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正常。